大家好，我是无忧小朋友。今天无忧小朋友又给芭比公主做新的衣服了，这就是我们的芭比公主。我这里有一些材料，有我们的工具剪刀，而且小朋友们要是用剪刀的话，记得要小心一点哦。还有我们的双面胶，还有我的一件旧裤子和旧衣服，还有一条绳子。要给芭比做衣服之前，先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剪了一些什么。我拿了一条裤子，把裤子的底部剪掉了，然后在裤子的这中间剪了一条横线，分成了两半，然后我在其中一半剪了一个方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在剪方形之后，剪完了方形，可以看到方形是可以打开，打成一个长方形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给芭比做衣服吧。